欢迎回到 War Thunder， 我是小 J。很抱歉，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有好久了这一次，但是也我有一点花有一段时间才给大家带来今天这段影片。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上一段影片就说过我的麦克风出了点小问题，我没有把它带回来，所以我花了点时间去稍微先借来了一个麦克风。就这个麦克风还是没有我之前那个麦克风的效果好。天啊，我都不会说话了，放轻松，深呼吸，呼撒。OK， 继续。所以你们听起来的音质可能还是有点怪怪的，那这只是暂时的，我会尽快去重新买一个新的麦克风来填补掉这个问题。但这段时间就要先麻烦大家听一下这个跟你以前不太一样的这个音质，这音质也不算差，但是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不习惯吧。OK， 那今天我们有观众叫做 Nicole117，他说我推荐萤火虫组合谢尔曼萤火虫和萤火虫攻击机萤火虫组合，因为这两个都叫萤火虫。对，这位朋友我也看过他在下面留言这个组合很多次了，那但是每次的投票都没有过，这一次终于过了。但是这次很有意思的是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要看这个 P51D 加Jackson。这个组合也一样得到了14票，而且这个组合其实我还帮他说了请大家投票，因为他说他讲了很久了。那两个投票数一样怎么办呢？我本来想说有一个是我拉票的啊，所以就应该这一个优胜，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公平，我不应该把我个人，我应该是不介入这个投票的。所以呢我用了一个非常原始的方法，我就指了一个硬币，那我说正面就是萤火虫，背面的话就是Jackson， 这样我一直就是萤火虫。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萤火虫。那位说要看 P51 的观众，也就是蒙富林还是林蒙富，我不知道，你可能姓名这样子倒过来写。总之蒙富兄，我估计说你叫林蒙富好了。蒙富兄，下一次如果你想要看到你的 P51D 加 Jackson 的话，请在这一段影片下面留言，然后大家。我再帮他拉一次票好了，大家投票给他，大家投票给他，这样子下一次他就可以看这个 B51D 加 M36 Jackson。OK， 那我们不再谈这个，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台 Sherman Firefly， 雪曼的车身，英国的17磅炮，非常不错的一个组合，有机动性，有穿甲能力，唯一的缺点只在于英国坦克一贯的这个弹药没有爆炸的这个填料，但是。这种 Mark A 这种弹药 APCBC 它的打进坦克之后的那个碎片能力还是蛮不错的，所以我们今天会主要用这种弹药，然后可以我们应该还是能够一击必杀一些 T-34， 如果从正面的话。 OK， 那我们今天要被带出来飞机也是萤火虫，是这台萤火虫 Mark 5， 那可以带16个 RP3 火箭，非常惊人的载弹量。那我们同时还有另外一台这个 Firefly， 是这个 Mark 1， 它基本上跟这台没什么太大差别，可能这一台的引擎什么好一点， OK， 更现代化一点。好，那我们有一个备用就是这个 Thunderbolt， OK， 那我就不再多废话了，我们赶紧进到我们的游戏过程吧。各位，欢迎来到坦克大对战。我说真的，这个地图 Fields of Normandy，他这人每次都让我想到那个游戏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坦克大对战，应该是吧。就是以前游戏机还是要插卡的那个年代，有一个经典的游戏就是两边你跟你的对手都是坦克，然后你们有个基地，然后你们是在一个方形的那个布局里面，然后基地，你的基地是里面有个勋章，然后用三边都有墙围起来，然后地图中间也都到处都有墙，然后。你们的目标就是要跑
跑到对方的基地，把他们的勋章给打掉这样子。然后游戏里面你可以吃各种 buff， 就是什么防护罩啊，还是出现额外的一台坦克啊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游戏啊？我就觉得这个 Fields of Normandy 也是这样，就像是改俊怀念还是致敬那个游戏，就做了一个这个正方形的地图，然后就把我们放进去，然后就说：“嘿，这里是一个正方形的地图，一个方格，你们好好玩这样子。”OK， 我已经到了我在这个地图上比较喜欢的一个位置，当然这位置也很危险。我相信我们算是比较快到这，不，对面是苏联，那些 T-34 也很难说。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然后随时注意敌人。他们要占领 A 点，哦，这个地图只有 A 点在那边，那说不定这边并没有人来。我相信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人来这里的。刚刚我就听到好像是一台防空车的声音。我就说这里会有人吧。呼！我必须说，这好像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发炮打死一台 ZSU-37。我的印象中，这种东西一发炮是打不死的。可是不应该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吧？虽然说我刚开始真的只听到了一个防空车的声音。哦，我就说了，我说了吧，这边不会只有这么一个人。再开一炮，兄弟，再开一炮。我必须要确切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嘘，各位，耐心，这个游戏很大一部分在于耐心。Okay. Shit! KV-2! KV-2 在哪里？我必须移动，我必须。Shit. Oh my god, 这些树丛。天啊，我就没有办法在它重装完之前修理好。KV-2 在哪里？八秒钟，我觉得我们任何一秒都会爆炸了。现在，任何一秒。哦，他就在我面前，我完全看不到，没有看到他。他躲在那些树丛后面。不过这个对 KV-2 来说算是蛮远的距离了。他射得很好，我们必须跟他，我们必须把这个归他该得到的荣誉，我们应该要归功于他。哦，可是这游戏真的，你们可以看到这游戏耐心，很多时候耐心，那台 KV-2 也非常有耐心。不过，说不定那台 KV-2 是我们之前杀过的某一个人，他跑回来杀，我忘记看他的名字了。不过我们现在可以找他，他是在 OK A 点在那边，所以他应该是在这边，我们可以找他。他在，哦，是不是这就是他？不可能，那一台我们那个队友是在完全在地图右边，他在这里了，我们告他，放慢我们的速度，他知道我们来找他，我们会报仇的。 What？ 这有个 hit， 我们看到 Holy shit， 有飞机 Yak-9 我们死了。啊 ，Firefly 基本上是如果空中有飞机，你就已经死了。欢迎来到 Kuban， 这是一个我觉得已经很久我没有
玩到的一个地图了，我都有点忘记这个地图的存在。不过我不想说这个，我不想聊这个题，我们来聊聊上一场。上一场提醒了我一个我应该要提，但是我一直忘记了的话题，就是Firefly 这台飞机还蛮难飞的。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台攻击机，它可以带16个 RP3 火箭，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载弹量。基本上 RP3 火箭两个，如果射得准的话，而且你的对敌人不是你的对手不是像 KV2 那样子的大坦克的话，两个 四个 RP3 火箭，也就是你发射两次的话，你应该是可以解决掉一台坦克的。所以16个 RP3 火箭基本上等于是4个 kill， 如果在懂得怎么用的人手上的话。OK， 等一下，我们先解决掉这边的。那是 AI 吗？那是 AI， 但是这个就不一定是 AI 了。对，这位置不是特别好，我们再稍微耐心一点，等敌人再推进一点。对，但是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但是 Firefly 它如果遇到任何的战机，它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任何逃脱的希望了。Oh shit！他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逃脱的希望，因为他没有一项缠斗中所需要的东西，他没有足够好的速度，他没有足够好的转速，他没有足够好的加速度，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跑赢你的敌人，你也没有办法转赢你的敌人，你甚至也没有办法滚赢你的敌人。哦，我听到我旁边有台坦克声。是你吗？是你吗 ？AI， 是你的声音吗？哦嘘 ！Oh my god，AI， 你吓死我了！把我们下面真的有点坦克到了，真的。Oh my god，AI， 你吓死我了！给我们把它解决掉算了。给我相信敌人已经在慢慢，这些苏联非常喜欢推进，他们很容易就会推进到像刚刚你看那个人都推进到我们后面，而我们的右翼现在是完全基本上已经不存在的了，所以我们要注意着我们的背后还有我们的右方的这些山坡，都很有可能会有这些 T-34 的身影。Shit！ 是在 ASU-57。Oh my god！ 我跟你讲，那个东西特别恐怖，因为你他的炮非常的好，他又很小，很多时候你很难注意到他，又很难打到他。我本来想离开这个位置，但是我怕这台 ASU 把我给标示出来了，他们的队友会跑来找我。尝试的推进一下好了。Sherman， 你不能再卡着了。是在 AI 吗 ？Holy shit！ 哦，那是 AI。我天啊 ！AI， 你吓死我了！我真的这一场我被 AI 吓死了。听到一台飞机，我很怕是那 ASU 回来找我，所以我们他们要叫你 A 点，那是我们的飞机，很好。哦，这边有台重坦，被我们那台飞机的火箭还是炸弹给
是 AI 吧？也是 AI， 但是在占领 A 点的绝对不是 AI， 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希望我们是绕到他背后的，他应该不会注意到，不知道在 KV1 爆杀，说不定会引起他的注意。希望他没有注意到，就是。听到我旁边又有坦克被打到的声音。必须先确定我们的后方没有危险，才能够推进去 A。他们在这里 B 点，所以我们的背后是有敌人的，我们必须赶快解决掉 A 的敌人，才能够专心对付背后的敌人。他在这里。你不用着火，没关系。Shit！ 我刚完全看不出来那台坦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面对我。哦，它的平行舵坏了，着火了。比较担心占领 B 点的敌人会再跑出来，它是平行舵坏了，所以只要没有敌人，其他敌人参与，我们应该是不用太担心的。给他死了！我还不想占领 A 点，因为我知道 B 点有敌人在过来。我们现在这个位置非常的暴露。他们站，他那个人把 B 点站起来了，我们看能不能从这个方向绕过去，然后等他出现。对，我们拿到几个 Q， 三个 Q， 对面还有一半，我们基本上是劣势的，只剩下我还有两台飞机，地面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必须撑住，我们不能死。对，那个从 B 点出来的人，他会去哪里呢？其实我可以在这里等他去占领 B 点的时 A 点的时候，我们再去攻击他。我听到坦克的声音。啊，在这里。我们打坏他的引擎，我只是想打他的引擎而已，因为这种坦克建议车只要引擎坏了就没有用。他没有看到我们，我们也没被标示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等，会有其他敌人想要去 A 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地面上的感觉真的非常无助。我觉得他回来，他要把我标示出来了。他没有标到我，没有标到我。他们在九人在占领 A 点。我从这个位置看不到，希望那 P51 可以把它解决掉。其实我不应该盲目的跑向 A， 因为我们的背后可能有敌人，但是没有太多时间了，所以我还是只能够这样子跑过去。希望我们的身后和左边已经清空了，然后希望这台飞机不要把我标示出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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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那现在 P51 在轰炸那坦克，在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注意到我们，他没有注意到我们。哎，我们的俯角不够，不用急，他不知道我们在这里。Nice。OK， 我们可以换一个位置。我们刚刚在 ……Oh shit！ Oh my god！ 我们是不是弹掉了一发 T-34-57 的弹药？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我们必须，爬上这座山坡，快快快 ！Oh my god！ 我觉得我们要死了。三、二、一，爆炸！我们的面前还有一台，在我们前面这个山坡后面，你们看到那边有一个，有一个那个指标，所以我们看我们能不能从右边这边绕过去，希望他不是面对这个方向。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他出来，在这前面这个凹槽，如果他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会想要去 A。我们在这里等，我觉得他已经听到我们了。如果是我，我一定已经听到了，所以我们不如主动出击。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们背后这边有一台，这边有一台中坦。又是你吗 ，AI？ 你起火了没有？不想再浪费子弹在你身上，我子弹八发了。只剩八发子弹，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只剩七发子弹，这边还有一台中坦，希望它不是 AI， 不要再让我浪费我的子弹在 AI 身上。我觉得他已经死了，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他们其他的坦克从基地过来。他们要占你 A 点，刚刚那中坦真的是一台坦克。这句话好像说的没有什么道理。快 ！Oh my god, Sherman Firefly！ 这是敌人飞机吗？不是，他没有在占领了。他是不是在引诱我过去呢？我不知道。Oh my god！ 我们还有一点引擎的力量，我们继续往前，我们不要停。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射过来的。Oh my god！ 我没有在看我的前方，我被吓死了！我没有。这里台 T-34， 我们赶快去用火箭解决掉他们，然后我们再开我们的这个 Thunderbolt 出来站点。哦，快快快快快快快！对，我必须俯冲加速。天，我们拿到六 Q。他们要占领 A 点，希望在 Firebrand， 我不知道在 Firebrand 他是不是在没有火箭，他再回来了。OK， 我们的这个火箭一定要射中，所以我不会去珍惜，我们可能会连射三次，也就是说射出六发火箭。我必须确定那 T-34-85 被我们解决掉。OK， 有另外一个人重生在一台 M4A3-105炮的话，可能不太好对付这些 T-34。我应该要注意我的前面了，我被那一发炮给吓傻了，希望不会被他射到。Nice， 他死了 ，OK。现在我想要找的是开炮打我的那个人。没有看到他，我们保持我们的速度，因为我刚刚说过了 ，Firefly， 如果遇上敌人战机会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保持我们的高速，才有办法逃走。对，你们知道吗？我不去飞这个经过战场去找敌人的。哦，他们在占领。我在这讲说，我不想飞去找，我想等他们去占领 A 的时候，我再去攻击他们。他们马上就去了。这个应该就是刚开炮打我那个，我看到他了，他好像是一台 SU152。没有死，我们尝试从他的侧面过来，他的侧面毕竟面积比较大，我们还有四发火箭。GRP3 火箭有些时候有点难瞄。哦，糟糕，有敌人飞机，不要杀死我 ！Shit！OK，、okay, 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火箭
成功打死这一台 SU-85 还是 SU-15 其他人呢？而且啊 critical hit， 我们必须 OK， 我们必须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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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我不知道我们来不来得及。我们大概还剩下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阻止他。希望这个炮火可以解决掉他。快快快快快快快！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山坡就攻击到他。希望这树不会挡住我的视线。我现在希望很多事情。哇，真的！快快快快！哦 ，Oh my God！Oh my god！ 就差这么一点点。哦，炸弹。哦，还好他错过。真的是，我们不仅弹掉了，而且就差这么一点点，他们就可以把 A 点占下来了。真的是只差一点点。这台 I-185， 他应该是没有办法穿透我，但他很烦就是。我们还有没有？我们还有一台 Fire。那台 Firebrand 它有带炸弹，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四分钟。我没有时间把 A 站回来了，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的 B 点站掉。I-185 就回来了。如果你是一台 Yak 9，你可以对我有办法，但是 I-185 的话就没有办法。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把我给标示出来，但是我们本来就准备要冲 B 点了，所以我们一定会被发现了。他爱标就标，我倒是不太在意。我们拿到8个 kill， 而且还有无数，不好意思，无数个 AI， 这一场应该是我们很久很久没有遇过的精彩的这么精彩的游戏了。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很精彩就对了，各位。OK， 我们被打中了，我相信是从背后来的。快快快走，快走，快走，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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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OK， 灭火，继续走。我到目前还没有看到他。我大概知道他的方位，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他，而且我必须担心我的右边，这就是没有队友的悲哀。我希望他来追我，我希望他有来追我，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绕到他背后和侧面。我还是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是最大的问题。他在这里。Shit， 我们死了。我不应该过去的，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不知道我们的炮火能不能打中他。啊，我们的这台 Firefly 没有火箭，那这一场看来我们是要输了。哦，我这台 Firefly 居然没有火箭，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希望在 Firebrand， 我们去帮他把它标示出来，说不定我们可以让这台 Firebrand。把他打下，我跟他说一下。我跟我队友说一下，说有一台 T-34 57在往 A 的路上，然后。
希望他可以等到他开始站 A 的时候再去对付他。不过他好像没有炸弹了，是吗？不然他为什么好像在对付这台战机？还有那台压那台不知道是什么苏联战机，在靠近地面的时候突然就不见了。Oh my god！ 你看，你说哦，你说这些苏联，这些苏联飞机的涂装是不是很 OP？ 这就是那台一直在烦我们的 I-185。OK， 我们现在去把那台 Firebrand 找。哦，那 Firebrand 倒了。哦，哦，我们输了，时间到了。哇，好可惜啊！啊，好可惜！哎呀，我就不应该做那个错误的决定。不过那一台 T-3457 也很聪明，他知道我会绕，他没有追我，我就说我希望他来追我，但他并没有那么笨，他就在那边等，他知道我会想要绕过来，他还是一个会玩的玩家，反而是我们笨了，我笨了，真的是我笨了。OK， 我们拿到八个 Q， 一台飞机，还有无数个 AI， 现在我真的都不写 AI 的那个次数，杀了 AI 的次数了，有点可惜。OK。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这个影片 Sherman Firefly， 非常不错的一台坦克，有雪曼的机动性，有英国的17磅炮的穿甲能力，是台非常不错的这个坦克。然后 Firefly， 如果天上没有敌人的飞机，或是你能够保持你的速度的话，16个 RP3 火箭如果你能够射得准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有非常大的这个威力的。那一样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那别忘了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下一次想要看什么样的飞机和坦克组合。那如果你看到有人跟你挑选同样的飞机和坦克组合的话，你就可以在下面帮他按个赞，这样子我们可以统计大家的票数，最高票数的就是我们下一次会带出来的这个坦克飞机组合。好，我就不再啰嗦了，感谢你们今天在这边收看我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